啥等你呀、啊？哎呀，我现在就后悔我妈没给我生个宝，要不然我都能飞。我跟你说啊，咱们俩要保持距离，明白了不？为什么？咱们就划清界限就完了，以后你不要跟我俩就太纠缠了，好不好？你快点，你这么的，你别过来，你先走，我接个电话，快点，快过来啊！哎呀，我亲爱的秘密给我打电话。喂，秘密啊！于小脸，你干啥呢？那你咋的吧？你说事儿。啊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我家电视坏了，你帮我抬楼下去呗。我开会呢。你开会那啥动静啊？经理发现我打电话了，飞过来一个盆。你忙你的啊，我叫我找王小倩帮忙吧，拜拜。喂。你们不知道啊，我追求秘密好几年了，我都。关键你说你这玩意，你这来电话也不来的不是时候。今天你说李宝杰还找我搬家，这李宝杰，你哪天搬不行啊？非得今天搬。我告诉你，李宝杰一点优点没有，唯独一个优点就是眼光好，看上了我。真有意思，哎，街坊邻居们啊，就当啥事都没发生，看见秘密也别吱声，好不好？拜托了啊，拜托了。在哪儿呢？小脸儿，快点儿！来了！哎呦我的天！来了！小脸儿，你快点儿！哎呦我的！还这么慢呢？你怎么？快走！往哪走啊？到了。到哪儿？到家了。你家在哪呀？这儿啊。哎，抱歉，你听我说，趁你呀、啊、东西还没搬进去，咱们赶快到中介，我给你租个比这房子更好的房子，行不行？为啥呀？半年房租我都交了。你交完你不行啊？你知道对面住的谁吗？谁呀？秘密。秘密。秘密，那你就别告诉我了。不是我说啥意思？就是他，你不能住在这儿，这儿危险，你知道这嘎、不好啊。对面这个住的不是人，不是人呐。啊，完了他没事就上蹿下跳的，左蹦右踢的，打滚，皮也不露的。不是人还上蹿下跳了，那我对面住了只猴呗。也可以这么理解，但总之你不能宰他。他对你非常的有威胁，你知不知道？赶紧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呀，没关系。你不啥没关系？他打呼噜，他打的那，乒乓打的。人打呼噜，你咋知道的？他打呼噜，我在保安亭都能听着。啊！哎，没事儿，我睡觉沉，不怕。这样，你先把东西都送进去，我下楼再取一趟。辛苦了啊！不是，咱好好说。哎，宝杰，你听我说完。等一下，想我。不是想你问题，我，哎，宝洁啊，完了，这老天今天是要灭我呀！这家伙，你这就这么巧，搬就搬到秘密对门去了。你说秘密人家还找我搬电视，你说这不疯了吗？李宝洁，你真的是别乱！我跟你说，我已经骗秘密了，咱必须得把这个谎圆过去。啥也别说了，我接下来我得打扮打扮。万一我碰了，我敢干啥呀？那秘密不得寻思啊？我跟李宝杰有事啊，我俩啊，我说装扮上，哎，谁也别发现，这样哎，伪装起来就好了，看着吧。